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梅子粉的一个衬衫，非常好看，还有一件黑色的马甲。先打开这款衬衫看一下，这款衬衫真的颜色非常好看啊，实物早春来穿真的很合适哦。而且它这个扣子呢是那种金属扣子啊，仿金属扣的一个扣子，很有亮点设计，而且看起来也比较有质感哈。大家看一下做工，做工也非常工整啊，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平价的，性价比超高。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，它有两个颜色啊，买的是一个粉色的，买的这件呢是 M 码的。看一下后面，后面是这种纯色，打开过后呢，它没有什么褶皱的啊，还是比较好打理的。它这款面料呢，摸上手呢也是非常的顺滑的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件马甲，大家看一下这件马甲，这件马甲呢是一个麻花的纹路啊，这里呢有一个双排扣，非常好看啊。这个扣子的话呢都是可以打开的，这件呢是专门叠穿衬衫来穿的，我觉得一套穿应该还不错，所以就一起买回来了，到时候穿上身给大家看看效果。看一下后面，后面也是这种麻花图案啊。这个颜色呢有很多，好像有四个颜色，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，我买的是黑色，黑色比较百搭。现在呢把这两件衣服搭配起来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好，我已经穿好身了，这件玫粉色的衬衫还挺好看的啊，穿好身很显白的感觉。下面呢我就搭配了一个他们家的一个半身裙短裙啊，灯芯绒的一个半身裙，非常好看，这样一套穿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度啊，现在没有塞进去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裙感也非常好啊，很有质感，我们把它塞进去。好，我塞进去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这样一套穿非常好看啊，学生党和上班族都是可以入的，很青春简明，搭配一双乐福鞋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穿上身的一个真实效果啊，真的是这个价格买的真的性价比真的超高了，非常好看，侧面看后面看都很不错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件搭配还是挺不错的，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穿，或者出门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穿啊，比较时尚。好，马甲已经穿上了，大家参考一下，这是搭配马甲穿的一个效果，下面也可以搭配牛仔裤来穿也是没问题的，搭配一个包包，这样一套穿比较通勤啊，不管是单穿还是叠穿马甲，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啊，可以根据自己喜好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